第一届硬是要斗牛总冠军决赛，唐本对上邓。前锋的三分球没进，篮板球两个抢一个，往前抓到，哎呀，没进又没进又没进。这种篮下放的球，唐本今天至少 miss 掉四球了。凤城往里面打，没进、啊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今天五战三胜制，前两战唐本队表现失常。五年前发火锅。起源真的厉害，博瑶八公分啊，小猪往里面切，举手，气突袭，哇，气突袭，老高拿起就起击，小猪帮他做单打，要小心老高的三分，往里面切，没机会，小猪快要开三分球，邓肯队五战三胜，邓展现强烈赢球企图心，前两战取得二连胜。又不是我们打不好，只是投不进而已嘛。减少失误，命中率提升，就赢了。唐本加油！一二三，投球！唐本队陷入淘汰边缘，却在队长鼓励下激励了全队士气。外线不是很好。哎呀！哇！三分球终于开张了！上帝来了，上帝来了，打板进了。清风往里面挤进，射！再往里面切。本队将比数拉成平手，两队进入决赛第五战。没进，篮板球博瑶在抓到，请帮我里面切，过人犯规，老高没机会，小猪，哇，没进压了一下，火锅，哇，你在地上撞到肚子，顶到肚子。比赛激烈，双方肢体冲突严重，最后竟爆发严重冲突。越来越多。我们老师今天应该最后总冠军决赛，敬请锁定1月26日晚上7点三立都会台。